看见飞机冲向云层，你看见在楼顶叫喊的人，你回过头，灯光在你离两米远的地方熄灭。你看见男人抬起手，你听见他说这不是我的错，你想回答，但是星星在想要说出的一瞬间熄灭。那是火焰，亲爱的，你错误的火焰。Thank you.